What's up, guys? I'm Dance My Life. 人气要关少一点，不然你们都听不到我讲话，都是呜呜呜的声音。What's up, guys? I'm Dance My Love. 现在很热，现在是大概哇，你自己看大热天，今天特别特别的热。现在的时间呢，大概是11:57。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一个 vlog 啦。今天 vlog 关于什么呢？ Oh, shit, 我忘记拿打油卡，我要打油哎。Hello, 我要打油卡。哦，好了，拜拜。今天是一个 vlog 啦。我只是想要记录一下，我要去弄我的头发，我想要记录一下这个美好的一天。可是那个弄头发的过程，我是觉得我不会录了，因为要用很多的电池啊，我没有那么多电啊，而且我的 power bank 好像也忘记带。为什么我会忘记带我的 power bank? What the balls I'm thinking about? 现在呢，我就驾车，我就先去跟我妈妈拿打油卡，拿着打油卡过后打了油，我觉得我是先去到那一边做了头发过后，我再去打油了，然后过后我们再看一下去哪里了。今天呢就我一个人了，所以我一个人呢要去这些西部大冒险了啊哈！待会见，我现在先去驾车过去拿打油卡，走，拜拜。7 hours later， 那我现在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再给你们看在外面的交通事故的情况。应该是没有人看到我拿着一个 GoPro 拍着他们吧？应该啦，我等下放大的时候看一下每一家车的镜子进去。Basically 我已经到了，为什么我要戴个墨镜呢？就是因为呢，我停在一个非常多车可以看到我的地方，所以呢，我要戴一个墨镜，让我看起来没有那么尴尬，因为他们看不到我的脸哈。专心驾你的马路，我驾你的马路，驾你的车，我的 hell。所以现在呢，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热的状态，那么挑油真的很热现在，所以我就偏偏有一架车停在我的旁边。我希望会我那个发型会让我喜欢，我应该不会看进来吧，如果看进来的话挺尴尬，是他们尴尬不是我尴尬，只要我不尴尬肯定就是他们尴尬。 OK， 我车快没了，好，走，拜拜。OK， 现在的时间呢是3:03。OK， 我已经做好我的头发了，然后这个发型，我跟你们说，我是超级喜欢的。所以到底发型看起来怎样呢？现在的我是这样的。哎，我现在不知道你们看我的时候是怎样子的。所以这个发型呢，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其实我给他看的时候呢，我给他看那个 example 的图的时候呢，是那种很圈很圈的，然后他就讲说我的头发太短，不能够做这么圈的，所以他就帮我做了一点微圈的。其实我是很满意很满意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看得出吗，其实我是有放一点颜色在上面的，就是有一点点的金这样子，不会到很明显。在做头发之前呢，我其实是做了很多心理准备，可是这一个头发这一个发型现在来讲呢，我是超级喜欢的。我跟你们说，我真的超爱我这个发型的。接下来呢，现在是3:00嘛，我刚才11:00吃的早餐，11:00或12:00吃的早餐，到现在都还没吃，所以我打算去吃一个午餐过后呢，我再去看一下我要干嘛啦，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做。我要先去打个油，然后过去 Desco 看一些衣服啦，是时候笑饶我自己了。做工作那么久没有笑饶自己，那你对得起自己啊？我们现在先去吃东西，走， Let's go。现在已经到了那个拉面店了，自己一个人吃拉面的感觉有点寂寞。我现在就走进去，然后我们再说。吃过很多次，非常的好吃，我不骗人，真的超好吃的，你们可以来试一试啦。照这样看来讲的话，我大概要吃个40-50块这样子，笑到我自己吃这么贵一些，也不错的。这边虽然贵啦，可是能够在西部吃到日本风味的一种拉面，对我来讲是挺值得的啦，是应该要花一点钱来犒劳自己。那就等面来吧。smoky， 喝一口试试看。OK， 不骗你的，我完全。
全部是 smoothie 的味道，是什么？可是它的味道是非常重的，感觉是不错，而且打得很细，不会说还会有块一块的冰块，不会，非常的细。Hello， 我回来了，我吃完了，然后现在已经吃好出来，然后我又坐回我的小小车了。这台车已经是没有油了啦，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话 ，so 我要去打个油，然后过后驾车一路去 Tesco 去看一些衣服，我想要给自己买一些衣服 ，you know。今天 vlog 当然是带你们跑来跑去啊，但是在跑之前呢，我还是必须得说一说，那个拉面店真的很好吃，它的拉面。但是今天呢，它的那个猪肉啊，做的没有那么好啦，就是它比较太厚了一点点，不会像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的蛋呢，哇，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蛋流出来那种感觉，太好吃了。然后它的汤的味道呢，我是选 heavy 的啦，所以它的汤的味道是特别特别重，因为我本人是喜欢比较重口味的人啦。至于它的面嘛，我是选细面，然后是中等的软度的，所以它是有那种嚼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拉面店，非常推的。我们现在呢进去帮我的车加一点尿。帮我的车加一点油，然后过我们再去 Tesco 了。我是应该是直接就要去 Tesco 了啦。好 ，So that's it. See you later. OK, bye bye. 7 hours later. Yeah, as you can see, I fill out my freaking oil. Yeah, boy, 我加满了我的油。So 我们现在到 Tesco 了，我已经找到 parking space， 没有太阳晒到的地方，让我的车没有那么热。我在进去里面看一些衣服。我想要买衣服了 ，Let's go, baby！ 好了，我下车了。哇，好吵哦！这家风扇、冷气啊，是有一点吵到我。Look at that! Shut the hell out! Stupid aircon! There we go. OK， 看看我的温度，36.4。Not bad. I guess it's fine. It's OK. 我很久没有来看夹娃娃了。我来看个夹娃娃的东西好了，好像很容易夹的呢，哎，好像很接近了呢。Oh my god， 每个都好接近哦。Nice。哎，我真的很久没有夹娃娃了，可能我一夹就中了。Who knows？ I'm pro， you know？ I'm pro。You need to trust a pro。A pro， 好，哎 ，please 不要动到那个塑胶的东西 ，please， oh my goodness sake。好了，我买好了，选了那么久，终于选到三件自己比较满意的。可是那件金裤呢，对我而言来讲真的是太贵了，79.9哎，那件金裤哎，加那两件衣服全部加起来过后呢，总共大概是在169.9。今天的花费呢，大概是头发呢，我总共做了160了。然后食物呢，我大概吃了33吧，我们就讲说我吃了33吧，所以160加33等于193，再加今天的衣服，我就直接讲它是170好了，所以170的话就是193加170也等于363。今天总共花了363。Holy shit！ 但是这是爱自己的表现，知不知道？花了这么多钱，破费了。养自己，来吧，一路驾着我的小野马奔驰回家。Oh yeah！
Yeah, boy。我已经到了要买这个口罩的这个地方了，就是那种黑黑色的那种口罩，买一下然后戴一下，看一下那种感觉了。好了，先走了，拜拜，我现在走了 ，Let's go， 买口罩一下子而已 ，Let's go。My God， 我去到那间了，看一下不见了，那个口罩好像没有卖的，我也找不到了。我先回家，然后等一下回家过后呢，我还会再做一点小小的介绍给我的这件衣服，我买的这件衣服，现在是快要六点了，看。6点了，我们回家过后再见了。哎，今天好累啊！我从11点出来，然后一路一直驾车，驾车驾到现在。Nice. So, see you later, guys. Bye bye. 7 hours later. What's up, guys? That's my love. 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东西，我就想要休休闲闲过完我这个 off day 了。这里呢，就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今天买了什么了。所以我买了这条裤啦，这条裤真的是有点贵啊，哇，这是紧身裤来的，是一个很紧的，哇，穿下把我的大腿都显出来了。价钱呢是在79.9元，如果买两件的话是140元了。然后这一件 T 恤呢是39元了，特别便宜的一件 T 恤。它的 design 设计呢是我蛮喜欢的，就是它有一种好像类似于项链的东西，可是又不是项链这样子的。然后呢，最后 last but not least 呢就是这一件。是一件衣服来的啦，真正来讲，是一件衣服来的，只是我把它当作成一个外套来穿。我觉得这个外套，如果讲它是外套的话，它的价钱就有点贵一点了，它就是59元的一件外套了，特别特别贵。反正自己喜欢就好嘛，有时候虽然是贵了一点啊，自己喜欢最重要了。好，今天一篇就到这边结束，喜欢点赞，不喜欢也要点赞 ，OK， 不要 dislike。在底下跟我讲为什么你不喜欢就可以了，然后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所以你才能够持续追踪到我的新影片， and then share 给你的朋友看，让你们的朋友来给我这个头发一个评分。 So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拜拜拜拜。